是我们 MIT 的软料薄款的一个棉质上衣，所以呢材质上品质上呢妞儿呢都帮大家品质保证过了。我的衣服虽然微宽，可以遮住肚子，可以遮住手臂，遮住肉肉，但是它是垂坠式的向下发展，它不是横向发展。好，一样是有一层两层的小可爱蛋糕，而且它长度很棒，是看得到短裤。如果你在做长那么一点点看不到短裤就会很尴尬咯，到底这个女孩有没有穿裤子啊。然后呢它的这个袖口是最标准式的短袖 T 的袖口，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，可以遮住手臂哦。那一样你漂亮的项链跟围锁骨是可以露出来的。好，再来呢牛仔外套一搭上去，年轻活泼又显白，胸围上、腰围上、肚围上，包括孕妈咪你都可以驾驭，而且穿起来它不会就整个人横向发展，非常非常的胖胖的感觉哦。如果你今天要去玩或是去遮阳，你是完全可以直接就是春夏，就是整个凉夏的感觉，跟我刚刚的那种就是休闲完全不一样哦。好，来，你如果曾经有买到GN家的这个皮带的话，很简单，你把它系在第二节第二条线的位置，胸下的位置。好，我跟你说，马上这件衣服变不一样的感觉。其实不一定是要这一种，如果家里你是有那种皮带我觉得也 OK， 它扎上去也会非常的好看，就是可以再多一个造型不一样给各位。好，夏天呢你可能就这样子背一个小草包或者自己的一个小购物袋，我觉得就可以出门了。所以呢我只能说三色都很好看，版型好看，你只要挑颜色就好。